估计小孩有点懵逼了，什么鬼啊？好好琢磨琢磨。这是有点稳过头了，不是？这是发现了吗？就阿邦，你小孩加油吧！啊，何池今天就是关键手的这个选择。来看比赛，来对小孩对战何池，双方的抢分局。其实何池已经是局势上不利，但是他呢？老二现在这一灯打得不好啊，被小孩又关特多痛打，现在他还是白的，没斗气。反正就是决策这一块做得特别好。对，和小孩这边想的就是他，我不能去贸然去撞，撞他肯定会必杀。但实际上有时候好了，终于是要玩命了，小孩。前面的比赛对吧，都是就莫名的一个撞就上去了。嗯，是的。谁能够笑到最后？现在还不敢说，希望小孩能够振作起来，调整一下。这就是被三比零剃头了，明天就这个头条就上头条了。哎，这有的时候你老二就要，哎呦我靠，打拳挥旗推板，要不要赌一下？得要不要凹一下？要不要凹一下？小二要不要凹？不凹就抓。何池再怼一下，带头吗？还敢抓？这个行啊，街霸现在何池，哎呦我操，何池拿到了赛点，自己的赛点灯，而且这个玛丽莎手里有三格气，兄弟们，小孩这个脚气用的不太好啊，要加油了，还有机会，小孩啊，不慌，哇可真的是敢跳啊，真的是压力，绿城只能投一次啊，已经压力很大了，一个插合可能就完了，半血，这在脚，哎，还进房，现在已经跳了出去，算是一个好消息。哎，这个迸发，哎，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伤害。斗气值打的还是蛮多的，没了。何池白了，小孩要迸发吗？小孩不敢斗气迸发，小孩不敢乱迸发，因为我之前看何池，他要迸发了，何池在续着这个超杀，哎，坏了，这圣龙赌错，老二给他上单气。好吧，单气打完之后小孩就应该黄血了，然后小孩起身就，而且他的斗气会被何池消掉三哥，真的好大，这是一个头感觉要带走的节奏啊，啊对，又是个紫令头，要凹一下吗？小孩要凹一下超杀吗？不要怕不要怕啊，小孩你可以的，这是有力加二吧，不能动，有机会，我操，一个迸发，小孩被淘汰了，3-0战胜了小孩。